二月八日，据业界透露，韩国演员闵孝琳将于三月初结束与 JYP 娱乐的合约，并决定将不再和 JYP 续约。对此 ，JYP 公司相关人士表示，和闵孝琳充分交谈和商议后，决定不再续约，未来也将会为彼此应援。消息一出，网友纷纷猜测，是否要去男友太阳所在的公司去 YG 吧？太阳又可以提前给你听新歌了，风里雨里 YG 等你，哈哈，这评论也太和谐了。也希望欧尼签到新公司，有更好的作品 ，fighting。那么 ，Big Bang 太阳和闵孝琳是怎么认识的？据相关人士透露，二人交往一事在偶像歌手们之间已经广为流传。他们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在性格方面都十分般配。闵孝琳曾出演了太阳 solo 二级凌晨一点的 MV， 二人也因此相识。在 MV 中，闵孝琳与太阳饰演一对分手后互相思念对方的恋人，而 MV 中激烈的吻戏与床戏在当时也成为了热门话题。